一些莽夫，何不早生？吸干你！一些生灵还拥有需要主动使用的技能，是使用斗禅意的技能，消灭恶煞。不错，飞石。正好，黄飞虎的能力又能发挥出来了。拿命来！吸干你！ 术法炮制，消灭恶煞。五色飞石。每个生灵的技能，身为女娲宫的弟子，怎么可能没有一点特殊的本事呢？<笑>又赢了。可否，大姐不会放过你的。 这次我们试着进行一场完整的战斗。卡牌左上角的数法力可以通过修炼卡牌来获得。使用生灵技能，你已经有一点法力，赶紧召唤信仙吧。哼，让我来。 回合开始时，法力会自动补满至上限。每个回合都可以修炼一次，别忘记了哟。想尝尝我的五色飞石吗？ 一介莽夫，何不早想？来来来，哥俩好。召唤梅山猿猴需要6点法力，接下来加紧修炼吧。 一介莽夫，何不早想？来来来，哥俩好！自然，直接祭出真身。现在后悔，本来不及了。 飞剑其实是连锁法术牌，我们预留一点法力，静观其变。五色飞石，去吧，我的小可爱。 对方回合结束，那快使用飞剑消灭攻击爆表的九尾狐真身！<笑>没想到吧？不，这不可能！神力无敌，给我上！ 我不会输的，胜负已定，还不束手就擒。 休想！无形借力，遁！
娘，这也是试炼的一部分，跟我来。对了，作为战胜三妖的奖励，之前的那些卡牌就送给你吧。听卡，听卡。初始手牌最多可以选择更换两张。吃我一壶。来来来，哥儿俩好。吃我一壶。来来来，哥儿俩好。
交给你们了。交给你们了。我有一布袋，虚空不挂碍。来来来，哥俩好，吃我一斧。哥俩好，吃我一斧。
来来来，哥俩好。